五个我们要展示的是保鲜膜的热收缩包装。我们今天所采用的设备型号是 L500 型热收缩包装机，它的包装速度是每分钟25至35个。你看，很快它就完成了它的收缩和包装过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收缩和包装后的效果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